出来了。当时候呢，这个建造神殿的工作，实在是拖延了很久。神不得已，只好激动了这个神长罗巴伯的灵，激动了约书亚的灵，激动了万民的灵，叫他们起来建造神的殿。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今天在新约时代里面，我们要看见这个殿就预表着今天的召会。所以我们来在这里呢，就是来建造神的召会，就是建造这旧约的殿。我们都该有像这诗歌里面说到的刚强。追求到这本书报建造召会的侍奉，借着这个书报啊，李弟兄的话又来帮助我们看见，到底我们已过你是不是真的在建造召会呢？可能有些人是口头上在建造，但实际上可能确实在拆毁。那这一本书报呢，其实我讲一下背景，它是这个李弟兄1959年的时候释放在话语之师的信息。大家可以看这个时代的时间已经很久了，至今呢我们仍需要这个仔细的说话。那已过呢，其实第一到第四篇呢，我简单的跟大家讲，第一到第四篇其实就帮助我们看见建造召会的侍奉需要这个看见这个元首的权柄还有身体的爱，更需要呢我们能够运用恩赐，然后呢召会呢也需要每一个肢体显出功用。那既然要显出功用呢，第四篇就讲到说必须要有圣灵三层的运行。来到这个第五篇呢，其实是接连着第三和第四篇。既然召会里面每个人都要有功用，显出功用，但是我们要如何的显出功用，如何联络得合适，结合的坚固，教会才能够建造起来。所以第五篇呢，这边天题就讲到是什么呢？就准备可以拿出你们那个刚刚报道处那边发下来的信息的题目。第五篇题目是什么呢？联络的合适，结合的坚固。我们再宣读一遍，联络的合适，结合的坚固。这一篇信息呢，你就一样是根据以弗所书4:15-16，我们请弟兄姊妹可以翻开圣经，我们一同的来宣读这两句，这两节，以弗所书4:15-16，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找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以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简单的说呢，这篇信息里面，它就是根据这个经节，讲到我们需要联络合适，然后结合的坚固。李弟兄在这篇书报里面就有讲到10个点。第一个点呢，我们建造召会就需要有爱。信息里面有，那我们可以去看。第二点呢，我们需要真实，就是持守着真理。因为在实行这个召会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像保罗在这个罗马书13章讲到的，团体的身体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有爱。他想要律法的总结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呢，我们需要有爱。那第二点呢，要持守着真实。可能你过度的爱会使我们变得好像脱离了轨道，但是呢，这个真实就好像火车的轨道，把我们平衡下来。那第三点呢，就是需要连于这元首。当我们连于元首长到它里面的时候，第四点，也就是说到我们需要有长进。
需要有长进，长到这位元首基督里面。那第五点呢，我们更需要供应的节。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供应的节呢？对，阿芬的声音还很小声。我们都是供应的节。对，在这个身体上面，我们要成为这个供应的节。那供应的节呢，它里面就能够运行出一个功用。所以第七点就讲到，第六点就讲到有每一部分的度量。第七点呢，就说到呢，我们要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那第八点呢，就是联络在一起，结合在一起。那第九点就叫全身，就叫身体渐渐长大。末了第十点，我们就能够在爱里把基督的身体建造起来。所以建造会需要建造，需要我们看见，我们不是单独的，我们需要连于身体上面每一个丰富供应的节，也需要每个肢体都能够在这边进功用。这个尼弟兄就想说，我们人有两次的得救，第一次的得救是你接受主的时候，第二次的得救就是你看见身体、认识身体的时候。这个新的一年，有个弟兄姊妹，你还没有第二次的得救呢。你不这个盼望就是，我们不仅是接受主，有了第一次的得救，我们更需要看见身体，认识身体。当你认识身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像这信息里面讲到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单独的侍奉。今天呢，很多人可能在教会生活里面也有许多的侍奉，但是你的侍奉是不是单独的呢？这个你过这个打扫弟兄姊妹之家，你是单独的在那边扫吗？本节评比的时候，你是一个人在那边做吗？我们要宝贝我们在弟兄姊妹之家里面，我们连于很多的肢体，连于肢体，我们就不是单独的侍奉。所以在信息里面啊，你就讲说，你在教会中是单独的侍奉呢，还是和众圣徒联络着一起侍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们盼望这个今天主能够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脱离我们自己的天然自己，能够与众圣徒在教会里面来配搭。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配搭光景不该是单独的，而是能够与身旁的弟兄姊妹联络在一起，联络的合适，并且结合在一起，结合的稳坚固。唯有借着 联络还有结合在一起，我们有合适的配搭，合适的侍奉，教会才能够得着建造。那好，接下来我们请下一位弟兄来继续我们教导。愿主得着我们，我们需要在教会中彼此结合的坚固，联络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到这边信息的这个部分叫做幸福有了联络结合，教会里就没有单独行动这个点。在我们的第二页，还有第三页，这里说到幸福的联络结合必须根据合一的立场。那这样的部分主要是接续前面弟兄所交通的，我们需要在教会中配搭侍奉的时候不能够单独，而且不能够单独，我们还要彼此连结的紧密。那这样子呢，就没有单独的行动。那弟兄姊妹有找到吗？在第二页的中间这边，我们来读前面的两行好吗？若是弟兄姊妹这边开始，若是弟兄姊妹都能联络的合适，结合的坚固，教会里就没有单独的行动了。你到教会中看见一个联络的非常坚实的教会，这就是教会的建造所要到的结果。我们先念到这边就好。那这边说什么呢？这边说我们在教会中来到弟兄姊妹中间，有没有单独的呢？没有，没有单独的，好像大家都是联络结合在一起，好像大家都是团体的，行动是在一起，
追求是在一起，开展也是在一起。其实呢，那这边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没有单独的行动，那我们就要来看说这个话是对谁说的。这一篇所交通到的联络的合适结合的坚固，它是刚刚有交通到有十点，对不对啊？有时间还记得吗？十点在前面信息里面都有列出来，头一点是爱，第二点是真实，第三点是元首，一直到第几点的时候讲到联络的合适结合的坚固呢？在第八点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单独来看一个题目叫做联络的合适结合的坚固，而是我们在看神建造的蓝图里面，首先我们需要有爱，我们需要有真实，我们需要有元首。在其中的第八点，我们需要联络的合适，我们需要结合的坚固。所以利用这里的话是对一个有心来追求的人说的。那怎么说呢？这里说的不要单独，举个例子好了，假设我们所在的地方如果可能光景有一点的荒凉，没有人爱主，没有人传福音，没有人起来晨兴，那当早上我们起来都没有人晨兴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是不是说啊，没有人起来晨兴，那我也回去睡好，因为我自己起来晨兴太单独了，这样对不能单独，所以我也不要晨兴，是这样吗？那又不是这个意思。那假设都没有人去传福音，我们很有感觉啊，想要去传福音啊，但是没有同伴，没有人，是不是我们说那我也不要传福音好了，因为弟兄说不要单独，因为我们都去看电影，我就跟他们去看电影好了，这样我就很那个联络结合得很好，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他并不是这么说的，这个叫做堕落，不叫做单独。所以今天这个不要单独的话呢，是对着一般有心追求主啊，对神的建造有负担啊，渴望神的家被建立起来的人说的啊，那个人被主兴起来之后，他就渴望进到配搭里面，进到服事里面。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个点来平衡我们，就是我们不能单独，我们需要跟别人联络结合在一起，并且要非常的合适。所以这里首先我们看见用这个话，就是对我们这些有心追求主的人说的，我们需要向主祷告，主啊，使我跟弟兄姊妹们联络结合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那不单独的话，那到底是我们该怎么做呢？这里就说我们要如何跟别人联络结合的好呢？在其他篇中就有说到，神的身体要建造起来，就需要我们以神的增长而长大啊。就是说，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与他调和，来享受神，让神在我们里面增长而长大。很自然，神就成为我们这个联络结合的因素啊，就能够和弟兄姊妹联络的好，结合的好。这边也要说一点，就是说当我们来享受主的时候，神的成分就灌输到我们的里面，对吧？神圣的性情那个精的成分就进到我们里面了，这个神的性情呢就使我们圣别，使我们被分别，这里有一个分别，对吧？所以当我们来享受主，神在我们里面加多的时候，我们自然和别人就会有一个分别，自然和别人就会有一点的不同。但这个是使我们被分别、被圣别，而不是使我们和别人分开。我们的圣别、分别跟我们和别人分开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来享受神，需要被神圣的性情所圣别、分别。于一切属世的凡俗的事情里面被分别出来，但是我不能因着享受神就觉得就有属灵的骄傲，看弟兄姊妹分开了那就不对了，分开了就是这里所说的单独的行动。所以我们需要更多追求主，更多来享受主，需要来爱他，需要我们这个人被圣别、被分别，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不分开。那这个这一个这样的人呢，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得胜者。一个得胜者，他弟兄有说到一个得胜者，他是呢情形好的，
但是他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属灵的骄傲，属灵有什么事业，而属灵有什么名声而来爱主，他乃是为了全教会，为着全弟兄姊妹的属灵的幸福来享受主。任何的行动，任何的配搭，一个得胜者有的心态，应该是我在这里传福音是为着所有弟兄姊妹传福音，是喂养小羊，是为着所有的弟兄姊妹喂养小羊，是在那里追求主，是为着所有弟兄姊妹属灵的幸福来追求主。不是说我来这里追求主，我就比别人好一点了，那个我们就很可能落到单独的里面。所以这里一个得胜者，他可能是在众人之间是很特殊的，是很不一样的，但他绝对不是单独的，不是和神的身体分开的，他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主的旨意，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属人的骄傲。甚至在我们实习上就有一个点，就是说可能我们去传福音，那有人还没有这样的负担传福音，那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有感觉就像是祷告说，主啊，你看我来传福音了，谁谁谁都不传福音，主啊，你看看他，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我们有对别人有一点定罪的感觉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落到这个单独的行动。我们应该向主祷告说，主啊，感谢你怜悯我，感谢你激动我，希望能够来这里传福音，希望能够将你分享给人。主啊，求你纪念某某某弟兄，哦，愿你坐到他的里面，成为同伴，一同传福音，一同喂养小羊，这样我们就被这样我们就蒙保守，我们就不在这个单独的行动里面。所以可能有时候我们是很孤单，可能我们有的负担我们同伴还没有，但是我们里面总不会有定罪弟兄姊妹的感觉，我们里面总要求主保守我们，要连于主，那使我们被保守在这个身体的建造里面。那这里有举例子，就说到我们一定要像一滴水融在很多的水里面，我们不能像 一滴油在水里面，我们一定要跟弟兄姊妹能够调和，建造得很好。那后面那一部分呢，就说到幸福的联络结合是根据合一的立场，就说到我们跟弟兄姊妹的联络和结合是根据合一的立场，而不是根据我们的情形。就像我们生在一个家里面，一个家可能有一些我们所不太喜欢的，可能气氛不太好，可能什么事情不如你意，但是我们无论如何总是生在这个家里面的，我们不能离开。那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是生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能和弟兄姊妹分开，无论情形好也罢，情形不好也罢，我们总是在神的家中的人。心情好，我们就要哈利路亚赞美主；心情不好呢，我们就要为弟兄姊妹祷告，在这里来兴起我们。无论如何，弟兄提醒我们说，我们在神建造的行列里面，我们需要蒙保守，没有单独的行动，并且我们需要跟弟兄姊妹联络结合的合适。我们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建造，而不是要得着许许多多多单个的人，而要得着的乃是一个团体的人。今天上课的时候听一个演讲，我觉得他讲一个比喻很好，他说住在宿舍的学生你们可能都住在一起，但是这个人他被当掉，你还是可以拿欧趴，你还是可以得书卷奖，他们都是各自分开的，你可以读你自己的书，你可以考你自己的试，你可以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享乐，每一个个体都是分开的，但是在我们中间呢却不是这个样子。他被当掉，他不追求，他没有享受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感觉，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享受都是为着身体的。在这里说有一点属灵的追求，有一点属灵的进步，也都是为着身体的。我们需要有这个身体的感觉。这一篇的篇题是什么呢？他说联络的合适，结合的坚固。他不仅要联络的合适，他更是要结合的坚固。结合的坚固就不是一波就掉了。那我今天我这里有一只手，他跟我结合是非常的坚固，所以我这样一拍他还是在这里。那我们
在身体里面的结合，弟兄姊妹彼此的联络呢？是不是一个环境一来，一个考试就说啊，你不要来找我，我现在没有空跟你交通，是这个样子吗？我们需要有这个，他说什么呢？联络的合适，需要结合的坚固，需要有这个坚固的联络在一起。好的，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在我们所在的教会生活里面，在我们所在的弟兄之家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我们这个所成长的背景、所受的教育、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个性等等都不尽相同。有的人可能是很快，他连讲话都很快，你可能都听不懂。他做事情，你把事情丢给他做，他一下就做完了，都没有把机会留给别人做。那也有的人是非常的慢，你给他事情，可能你做你今天就可以完成，但他要做好几天，你就觉得怎么会这么慢呢？那也有人是他做事情一定要追求非常非常的完美，吹毛求疵，一点差错都不行。那也有的人是做事情做一个大概就好，有那个样子就好了，细节就不必太在意。那在教会生活的里面，各式各样的人，千奇百怪，各种的人都有，甚至在我们小小的弟兄之家里面就有这种的情形。有的人睡觉要关门，因为他怕光，有的人睡觉要关窗户，因为他怕吵。那有的人就觉得门跟窗户都关起来好闷哦，哇，这到底要怎么生活在一起啊？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今天这篇的信息，看我们到底要怎么把我们这些千奇百怪的人联络的合适，又结合的稳固。感谢主，我们这些人都，我们需要有一个认识，就是虽然别人很奇怪，但是我们这个人也是很奇怪的。虽然别人怪我们也很古怪，我也承认我是一个很古怪的人。若是你跟我有更深一层的相处，可能跟我一起配搭，你也会认识我其实也不是那么好相处。我们自己这个人啊，若是凭着我们天然想要来跟人相处，想要来一同的侍奉配搭，都是不太容易的。那该怎么办呢？这篇的信息提到了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要凡事的包容，第二个点就是我们需要接受主的破碎。那凡事包容呢？包容是什么意思呢？包容就是你接受了，不管这个人多么奇怪，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不管这个他的光景是怎么样，你接受了，你不会有怨言，你私底下也不会有很多的批评，就是你接受，你包容他，你凡事包容了。那这就是借着这样的包容啊，才有机会能够跟身体联络在一起。那我们不能够要求别人，我们所能够要求的对象只有我们自己。你不能说你一定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应该说哇，我愿意让你来对付我，愿意接受你的制作。那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有合适的建造。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不喜欢借人家东西的人，我就是一个很不喜欢借人家东西的人。比如说有人跟我要借东西，我在借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一借出去不知道会不会回来，或者是回来之后会不会就什么地方坏掉了，就是我会有这种的想法。那有时候人家还回来了，果真有一些东西就坏掉了，或者根本就没有回来，我就觉得怎么跟人家借东西会这个样子呢？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跟人建造在一起，那我们就不能够因为这种借东西的小事情就彼此分开了。我们需要凡事包容，虽然他很奇怪，虽然他借东西不还，但是你要包容他，需要在爱里面包容他，这样我们才能够建造。第二就是接受主的破碎。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啊，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分裂，就是单独。天然的人就是一个单独的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依靠我们的天然想要跟人建造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需要求主来破碎我们的天然。那可能我再举一个例子，可能你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你做什么事情都要擦得很干净，一点灰尘都不能够有，东西也要摆得很整齐。但是偏偏坐在你旁边的这个弟兄，可能就是回到家就东西随便乱丢在他的桌上，甚至还丢在别人的桌上，或者是可能他好几天都不洗澡啊，等等等等啊，有可能啊，我就有听过，就是刚好跟你这个下乡近亭两个人不一样的人就坐在那边，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虽然你爱干净是一件好事，那你也可以在那里有对他有一些的帮助和提醒，但是这些的帮助你是出于定罪呢，还是你是在爱里面，你是出于这个受你的洁癖所导致的愤怒里而先去帮助他呢，还是你是经过许许多多的祷告在你的灵里面先去帮助他呢？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们需要求主更多破碎我们这个天然的人，能够这个照着主的心意来一同的侍奉。那这里也讲到在信息里面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读，他说我们在侍奉上也是一样，有的人在侍奉不侍奉则已，一侍奉他就要把这个之前所有人的所做的所规划的都推翻，他想要照着自己的意见，那或者是他一侍奉就全部事情都要揽着自己做，都不留给别人有机会，像这种推翻别人践踏别人的这种行为都是不合宜的，需要这个让主更多破碎我们这个人。所以这是这篇信息提到的两个点，第一我们需要凡事包容，第二我们需要接受主的破碎。在今天早上啊晨兴的时候，我也很摸着他说在肉体里我们都是麻烦人物，在教会生活是这样，对我们周遭的人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一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不要活在不要照着肉体，我们要选择照着灵，所以我们要照着灵，照着灵我们就能够这个更多经历主的复活，经历主复活而标出的过程里面，我们如今都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难免会有一些的失败，但是这些失败都是主所许可的，我愿意在这些失败的里面让他更多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能够经历复活到一个地步，能够被标出为神的儿子，能够彼此被建造起来。前面弟兄们都把这个信息其实交通的非常的清楚，那只是后面我们弟兄们再简单的加强一下。我觉得这个说到建造，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先有一个感觉，在主的恢复中，我们是非常非常强调这件事。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不标榜所谓的属灵大汉，不标榜所谓有特别恩赐的人。但是我们所渴望的乃是要得着可以被建造的材料，因为这个乃是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他所要做的这个唯一的事情。今天主到底能不能回来，就在于这个基督的身体有没有被建造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当说到侍奉，说到配搭，然后又听到关于这个建造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很深的感觉，这个是关乎主的恢复，是关乎主回来非常重要关键的事。唯有当这个基督的身体被建造起来之后，主才能够借着我们，他才能够回来，才能够来执行他的经纶。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需要先有这个意象，就是身体建造的意象。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身体上的肢体，都是不可少的，都是有功用的，都需要在教会生活里面一同的配搭，一同侍奉。所以这篇就讲到我们需要这个联络的合适，结合的坚固，
那看前面他开头也是提到关于这个建造许许多多的荆棘，然后也说到如何要被建造的一些原则，比如说在刚才弟兄们有讲到嘛，说到十点，我们要再复习一下，我们再把它你的信息再看一眼，看一下。好，头一点是爱，希望大家可以把每一个点圈起来。头一点是爱，这个建造需要是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第二点是真实，真实就说出是这个真理，需要持守的真理。第三个是元首，这个元首乃是叫我们要经历这个元首的权柄，就是这位主在我们里面做生命，他是有生命的感觉，他是在我们里面是有一种掌权的。那我们越多顺服这个元首的权柄，我们就越多被一同建造在这个身体里面。然后接下来第四个就是需要有长进，有长进其实就说到就是生命的长大，长进需要长到元首基督里面。然后第五点是借着每一个供应的结，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都可以成为那个供应的结，在那里供应弟兄姊妹。然后再来就是第六点是每一部分的度量。那这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得救其实神都在我们的里面，那当我们在生命长大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的度量，有一种的功用可以显出来，那我们照着这个度量而来进功用，就是这个第七点所说的要依习度量而有的功用。然后第八点我们一起再说的，要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第九，全身叫身体渐渐长大。末了第十点就是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好，所以觉得这个十个大点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再回去再有揣摩，然后在教会生在这个身体的建造里面有这十个原则。好，那后面我也很摸着这个他说到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是不能够有单独行动，这里 有一些人在得救之后开始爱主，开始有心追求属灵，这个属灵有时候就会追求到后面就变成他就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好我爱主，我又摆上在教会生活，又配搭，又就是很有功用，他开始就会或许就轻看别人，或许他就开始就觉得自己来最方便，就变成一个单独的人。那其实这个是主所不允许的，所以他这里面就讲到我们需要拆毁我们的个人子弟，在教会生活里面真的需要一切凡事都需要有配搭，不能够这个轻看任何的肢体。然后那另外最后一个点他就说到我们联络结合还必须要在实行上，就是凡事包容并且要接受破碎。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就像弟兄刚才有讲了许多的例子，真的是我们生活上许许多多时候会发生许多的冲突，因为我们可能这个人的天然习惯是反正就是因着我们成长的背景的不同而有某些的习惯，那这就可能造就我们与别人没有办法联络结合在一起。来，我们仍然需要学习这里所说的凡事包容。在圣经里主就对我们说，我们不要看别人眼中的刺，却没有看见自己的良木，自己眼中的良木。所以在这里就说有一段话，就是说你都不能要求别人，只能够要求自己。我觉得这一点实在需要当我们若在祷告里面在光中，首先看见自己是一个
如何乖僻的人，看见我们自己眼中的良木。当你真的蒙光照，欸，你里面有一种感觉说，主啊，是啊，若不是你的怜悯，欸，我实在这些怪癖也实在是很会让人家觉得受不了。我觉得真的在主的光中，若是你看见这一个点，你里面自然而然你就会有一种的包容。然后你看到别人有一些情形的时候，你会得着一种警惕，但是你也不会有一种定罪的感觉，因为你只会在里面说，主啊，若不是你的怜悯，其实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是个罪人。感谢主，所以这个实在是需要有主从主来的光照，看见我们真实的情况。然后第二个还需要接受主的破碎，就是在一切的这个，甚至这个破碎，他说到是连我们天然好的美德也需要被破碎。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好的、很好的习惯，我们的温柔，我们的善解人意，我们的体贴，是吧？其实我们都需要看见这种从天然来的美德，也是主所需要把它拆毁的。需要这个在社会生活里面，欸，主可能就会量一个同伴在你的身旁，哦，是会让你觉得受不了，但是那往往是最好的时候，主要来破碎你。所以感谢主，我们要为着主所量给我们的同伴，给我们一些觉得受不了的事物，我们也要说感谢主。在过程中要接受破碎。阿们。那我最后想要再补充一点，就是在这个罗马书那里，在第十二章那里就说到，在实行身体生活上，它有几个要点。我觉得在身体生活里面，第一个他就讲说，我们需要借着献上身体。在十二章的一节，保罗就说：“我借着神的连续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所以，在这个身体生活里面，其实，在弟兄姊妹之家，我们都经历这一个。当我们要这个要住进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就是把身体献上。那这个接着他第二个这个纲要，他就写说，还要借着更新的心思。所以十二章的二节就说，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所以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在弟兄姊妹之家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神人生活里面，就是要经历这个心思的更新。这个我们天然的观念、想法，很多都是不能够被建造的因素。所以我们需要借着读主的话，需要借着诚心，需要借着享受主，让主的成分啊，一天过一天在我们里面做这个更新的工作。当我们经历这个心思的更新，我们才能够合适于神的建造。然后接着他有一个点，我也是觉得非常宝贝。他在心思的更新之后，他就说，他说，你们个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你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适度。这也就是说，我们在身体里面，我们需要看，学习珍赏弟兄姊妹，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可能我们有一点的显出，我们有一点的进攻用，我们不能够在那里，就有定罪别人的感觉。我们需要学习看自己，要看得清明适度。我们需要珍赏这个身体上一切的肢体。那后面当然弟兄姊妹也可以再去看罗马书第十二章，他讲身体生活还有很多非常实际的要点，盼望你们也可以再去读一读。好，那我觉得这个最关键的就是弟兄姊妹，这个身体建造是需要借着，还是需要借着这个生命而产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常一直强调需要享受主，需要过神人的生活，这其实就是最基本、最根本要命的事情。如果你不享受主，这个生命没有长大，你要如何能建造呢？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看重
日常的享受，让我们能够借着享受而带进我们里面的变化，使我们能成为一个合适建造的材料。我们这一篇的信息是根据哪一卷书哪一节呢？以弗所书4:15-16，你愿意再提一下第十六节？十六节是说到什么呢？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血，并借着每一部分以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所以，身体要怎么长大并把建造起来呢？需要我们联络的合适，结合的坚固。好，那这边特别是讲到在我们的配搭侍奉里，今天呢，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是管家跟侍奉团的一个交通侍奉交通聚会。那弟兄姊妹，在座有许多是管家，那我要说，管家通常我们一个弟兄之家或者姊妹之家里面，是不是大概都至少有两位是管家？你不是一个人做管家。那我要问的是说，亲爱的管家们，你们跟你们的管家同伴，有没有联络的合适结合的坚固呢？对，那我要说啊，一个弟兄之家或姊妹之家怎样蒙福，要怎样蒙恩，就在于你们这两位管家怎么的联络，怎么的结合。譬如说，以过啊，我们这学期也有许多的带领，也有许多成全方向。那我要说，在实际的你们在带领弟兄姊妹之家这个弟兄姊妹时，你们是不是在每件事上都有来在一起的祷告呢？这个祷告啊，有没有一起的祷告，就说出你们是不是有一种属合适的联络？还是那借着祷告，我要说你们是不是有带进一种的同心合意、和谐一致？不会说啊，我说这个，但是你又说另外一个，那是不是你们在应用这一切的在一切的交通跟带领上，是不是同心合意、和谐一致的？那我要说，这非常的关键。对，我们的带领，我们的这个成全怎样有功效，就在于我们的管家们，你们需要在祷告中同心合意、和谐一致，有联络、有结合。那再来侍奉团的配搭哦，我们每个学习有许多的行动需要。侍奉团一起来配搭，那我当然要说，分派事务、分工合作，总比有某些人包办，甚至是一人包办的要好。但是我要说，在我们做那么多事务的过程里面，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一团人，有没有一起的有一种属灵的联络，有一种生命的连结，带进一种生命的结合。这就在于，只要我问一个问题，其实就清楚了。你们来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看看彼此，你们会觉得这是我的同事，这是我工作的伙伴，或者是说，你会说这是我亲爱的弟兄。这实在是我活力的同伴。我们来在一起不是分工合作，把一些事情做好完成就好了，而是说我们在灵里有没有一种真实的建造，看到我的弟兄或姊妹里面经过这样的配搭服侍，我里面对他是满了爱的感觉，有一种真赏的眼光，甚至我们也能够有一种的祷告或交通，把彼此的情形、彼此的信任、彼此的交托，这样啊，就超越了那一个只是在所谓的工作里的关系，事务的配搭里的关系。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这样的信息啊，真是成为我们的提醒，像我们在弟兄姊妹之家做管家的时候，或在侍奉团里面侍奉配搭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有一种属灵的生命的联络和结合，达到生命的建造。时间过得很快，这个学期已经到了这个尾声，
那我们在这里啊，感谢赞美主主啊，这个实在是恩待我们啊，在座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个学习里面呢、啊，一同的配搭，一同的侍奉啊，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们觉得喜乐吗？你们觉得荣耀吗？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不是枉然的，我们和旁边的弟兄姊妹能够一同的配搭。也许你在这个配搭的过程中有冒烟的啊，有不愉快的，有不舒服的。感谢赞美主，这个都对我们是一个莫大的祝福。若是没有记得这样啊，你会发现，你会觉得你很好啊，你很能够配搭、啊，你好像很能做事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借着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配搭，是叫我们被变化。就像我们这边看见的啊，有两个很重要的字，第一个字啊，就叫我们能够啊联络。联络的要怎么样啊？合适。弟兄姊妹，你看看你的身体，保罗是很有智慧啊，他用我们的身体来做比喻。你想想看，若是我们这个身体啊，所有的器官哪个地方联络不合适啊？比如说眼睛联络不合适，可能就斜眼啊；手脚不合适，可能走路都有问题啊。可是今天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来健健康康的，是主莫大的怜悯，连结的合适，联络的合适，还有一个、啊、要结合，要坚固啊，就好像、啊、你盖房子。若是啊，这个结合啊，这个水泥啊，没有调的，这个在一个合适的比例里面，可能啊，一个小地震啊，这个建筑物就垮下来，因为不够坚固啊。那我们呢、啊，无论啊，在侍奉团的配搭，在啊管家侍奉的配搭，我们要怎么样？要联络的合适，要啊结合的坚固。这个就是建造啊，我们不是只是外面的一个组织，或是外面的一个社团。我们今天在这里乃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缺一不可啊！所以弟兄姊妹，哎，跟旁边的同伴，你看一看旁边的同伴，好不好？看啊，不要客气，尽量看，跟他握握手，阿妹，哈利路亚啊！这个太好了啊！有旁边的同伴啊，与我能够啊连结，还有啊结合。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所盼望看到的。我们不是啊召集一个啊，好像啊这个党员大会啊，社团啊这个干部啊联谊大会，不是。这个大会一结束，什么都没有啊。但是今天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求主啊恩待我们啊。我们看见这不是别的，乃是为了身体的建造。这个趁着我们啊在啊大学时代，要抓住有这样的机会。你要相信啊，再过几年你毕业了，你搞不好啊就可能不容易啊再看到你旁边这位弟兄啊，也不容易、啊、看到你旁边这位姊妹。我想的是很认真的啊，我从我大学毕业到现在啊，这个没有一位弟兄姊妹啊，几乎啊我没有啊再遇到啊其中一位弟兄姊妹、啊、我们可能就已经分散到各地去了。哎，感谢赞美主，要趁着我们在这里，不论啊你啊当管家当侍奉团的成员，我们要宝贝啊，要跟我们身旁的弟兄姊妹一同被建造。我们跟旁边同伴讲说，我要与你建造在一起。最真实的建造啊，就是祷告啊。我们啊，两两边祷告。好，那我们今天啊，很喜乐有两位学员姊妹回来看我们啊。我们请他们站起来，我们鼓掌欢迎他们。好，这个乃至姊妹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我请大家一点分享一下。感谢主，我们谢弟兄姊妹们。你们最近好吗？那我很好，我好紧张。就是关于又要我分享，就是参加侍奉团跟进到训练这个过程有什么不一样？那我觉得要先这个就是很感谢主，就是我们有分了这个侍奉团啊，或是管家的职分，可是我们这个人就是一直是在一个服侍主的里面，就算我们落到一种情形里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对吧？所以刚刚那个弟兄讲到说，我们是在爱里把这个建造基督的身体，然后在是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能够在这个追求的这个神性里面，就是很摸索这个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就说到
这个自己啊，是在也是在这个身体里面。那什么样的生命是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呢？以过往、啊、我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很常是追求自己个人的属灵，或是等等的。但是，直到这个信息他说到有一种生命是能够把这个基督的身体建造起来，就是真正的生命的长大是为了基督身体的建造。对，所以我就觉得主啊，叫我能够生命长大，这生命长大是为了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对啊，所以我就很宝贝说，哎，我们已过的这个成全啊，管家的成全，或是侍奉团的成全，已过我是在那个招待组配搭。那招待组就是需要跟很多组有交通，那也需要就是很细的注意到各个弟兄姊妹们在聚会的需要。我觉得这也是在培养我们一个性格。对啊，虽然我性格很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中一直在帮助我们，一直受成全。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有份于这样的事，都是很蒙福的。对啊，所以很感谢主。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我们一方面有这样子侍奉主的心智，就觉得哎，不觉得我们这样就够了，我们是要一直的侍奉主下去。对啊，所以我觉得哎，我们有一群同伴，一起彼此。一起彼此扶持，我觉得是在大学的时候是很甜美的一件事情。那像我现在回想起来，大学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期中特会、期末特会，我们所读的书报，还有这个侍奉团上跳，我觉得都是非常让我非常的受鼓励的一件事情。那也是因着这个侍奉团常常或者是特会都追求一些书报，在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啊，根基会有一些根基，就不至于就是。不知道教师们在说什么，所以我觉得鼓励弟兄姊妹们抓住在大学的时候多读圣经，还有这个书报，因为真的很重要。就觉得啊，自己在大学的时候读圣经读太少了，啊，所以就是要多多装备主的话。阿门。现在读几遍圣经啊？哎，现在正在进入上的那个旧约。新约读几遍？四遍而已，对啊，所以还很弱。哦，要加强，要加强。好，没有。所以到训练里面的时候，很少有这个新约的进度，都是旧约的进度。那旧约读几遍？现在到了第下读完，今天刚读完。对。哎呦，感谢主。加油，加油。我现在新约正在读307遍。好的。加油，加油。介绍一下吧，好吧，跟大家介绍一下个人，介绍你自己，大家跟你不熟。好，我是袁欣雅姊妹，我是屏科大毕业，然后之后到中兴大学去读研究所。那今年是刚毕业，就跟乃慈彤一起参加训练。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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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欢迎我们两位亲爱的姊妹哈，拿回来给我们有加强的功力。刚弟兄姊妹看到这个麦克风啊，断断续续的，就是它联络的。不合适。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在侍奉人服侍啊，千万不要像这个麦克风，哎，常断断续续的。哦，主耶稣啊，哎，以前那个李光彪用嘛，一个形容词叫啪嚓啪嚓啊，哎，然后这个看到那个电线啊，有时候啊，这个修怕电哦，短路的时候就啪嚓啪嚓啊，你看我们那个弟兄姊妹之间啊，有时候啊没有联络合适就是啪嚓啪嚓啊。哎，我们千万不要成为这种啪嚓啪嚓的基督徒啊！哎，这个弟兄姊妹之家，我们需要更多的联络啊，联络的合适啊，而且啊，结合的坚固啊。好，那我们很快的嘛，这个带弟兄姊妹有一些重点的交通，后面呢、啊，我们还是请弟兄姊妹可以跟主啊。那我们先拿出这个侍奉团追求的要点啊，这个里面的这个啊简单的单章。那我们简单说，现在我们弟兄姊妹之家啊现况啊，就是我们后面有考核表，还有入住申请表啊。今天记得啊，走的时候要记得交哦，把它放在那个箱子。那我们的那个生活操练表还有点名簿在后面啊，待会请放在那个圆桌上面。有没有没有带来的？都有带来嘛啊，我们要回收哦哈、啊，记得要带来啊。如果今天没有带来，请记得这个交给你们各学区的服事者。好，那我们就是盼望啊，每一个学期哦，我们就自我能够啊检核一下啊。我们再说这个在高屏的大专啊，基本上我们就是在这里有一个高度的自治啊。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啊把你们啊当人服侍者一样啊，我们
在这一起的配搭，不是把你们当小朋友，不是当儿童班的青少年，我们在这里啊，每一位都是服侍者，盼望更多弟兄姊妹在这里啊，记得这样的服侍而受成全，所以请弟兄姊妹能够认真的填写你的考核表。那第二个就是期末考啊，这个这一周大概期末考，下周要考试请举手。哦，大家不要考试哦，哦，谢谢，有加强我们了，好的考，哎，这个考试啊要考最好的啊，这个最好能够拿书卷奖啊，拿奖学金，这个是我们该尽的本分啊，大家要加油啊，不能够只是啊这个趴而已啊，我们要好好的这个操练啊，要在同学当中有好的见证啊，最好不要被挡哦，大家要啊用好好的用功读书啊，啊。然后这个我们的小羊要加强牧养啊，我们有欧巴掌啊，这个各个学区要有点的预备啊，这个我们盼望啊在期末考期间还能够啊在那里加强牧养啊，我们现在的弟兄姊妹啊，那我们在座有这个牧养组啊弟兄姊妹，哪些是牧养组弟兄姊妹，请啊站起来一下啊，哪些是牧养组的？哎，都没有牧养组了，哎，不是要牧养联络人吗？群组啊，群组加到。哎，哪些是牧羊的？哦 ，OK， 好，感谢主，这么少人啊，哦，好，好，谢谢，啊，这个弟兄姊妹辛苦了哈，这个你们各组要开始有点的预备安排啊，哎，圣经有没有预备那个欧巴马？还没有。哎，要赶快哦，现在明天是不是就要考试了？对吧？礼拜六，哎，这个赶快预备，待会找时间把那个牧羊组的弟兄姊妹找来啊，交通一下。那我们这个第三个帮助新的朋友小杨擦亮哦，对不起，应该是寒假啊，抱歉啊，这个寒假成人的生活啊，建立活力小组的生活。那声音兄，你那个发了吗？还没有，等一下，小组再招聘。哦 ，OK， 你简单的讲一下哈。我们觉得上寒假会有，然后会发一张这个，就是我们寒假有牧羊的联络网。那自己有活力小组的，就是会在这个里面，我们会就以弟兄姊妹之家以活力小组的活力伴为主，然后会有天确定的有晨兴或晚祷的时间，然后另外还有你有在牧养的对象，那这个是需要就是请大家待会会发下去给大家填的，然后下次有回收的时候，反正我们服侍者这边会存查。然后我们会在寒假的时候，关心各位牧养的情况。好，没有，没有。好，谢谢。然后第四是那个我们2015的寒假行动啊，目前这个报道组给我的资料是期末座位是150位，那我们还差15位啊，这个为这些弟兄姊妹祷告。那我们这个期末特会的分享啊，这个弟兄姊妹，我有寄这张稿出去，有没有看？有没有错误？有没有错误？大家不知道 ，OK， 好，那等一下我放在那里，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有错误要赶快改了哈、哦。哎，那弟兄姊妹都有这本《生命的经历》这本书报吗？有的请举手。哦，太好了啊、哦，感谢主，好，谢谢。你需要再买的请举手。你没有书报的，你需要再买的，都没有。哦 ，OK， 好，我有在订20本，啊、哦，这个下礼拜就会来了，好、哦，20本，要是我需要的话，啊、哦，这个可以帮弟兄姊妹买。待会我会放在后面啊，鼓励弟兄姊妹好好的追求啊，弟兄姊妹不要小看我们每次追求这些书报，好，我给弟兄姊妹做见证，这些都是主会部非常重要的啊，属于书报是必读的啊，像这次我们在这个冬季训练啊，弟兄就特别提到这本《生命的经历》，所以在第八篇说要与亚玛力人征战，弟兄姊妹有没有读到这一篇里面讲到这个？里面啊，后面啊，讲到这个对付肉体，啊，后面的、啊、对付肉体，这里面啊，这个我们需要被了结，啊，对付世界，啊，这些啊，都是在啊，这个这次信息有特别提到，而且啊，若是你有这些基础，啊，你会发现啊，常常弟兄们就会举这些例子，我们读过哪些书报啊？阿妹，大家好像都忘光了，都还给主耶稣了哦，主耶稣啊，哎，这些非常的重要啊、哦，尤其有些新进的弟兄姊妹没有读过的，一定要把它拿过来啊、哦，这个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些啊是我们大学时代一定要读的啊、哦，这个很重要的属灵的资产啊、哦，直到今天啊、也许啊这个时间过了啊、哦、这么长
但是啊，在我里面还有一些的存留，我是非常的宝贝，在我大学时代啊，就能够抓住机会啊，来享受这些书报。像比如说这本《生命的经历》，就是在我大一的时候读的，大一的时候，那时候跟我的同学出去玩，然后啊，这个在车上，因为我去阿里山嘛，这个路程很长，我就拿了这一本《生命的经历》，在这个小火车，那时候小火车还可以动，可以啊，到啊这个上面去，现在中间不能动了。那我就一直坐，然后一边读。老实说，读得很辛苦啊、我不知道你们读得怎么样啊、我读了是很辛苦啊、那个里面有很多东西我读不太懂啊、那时候刚得救大概一年啊、读不太懂。你们都读得懂吗？啊、其实有些很深，但是不要担心哈、这个经过了一点的年日啊，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啊，就啊好像回头亮光啊、所以刚现在最重要的至少浏览一下啊、有一天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就是以前我读过的。好，青青姊妹要好好读哦。以前我们读一本书报叫《清新的》，这个你特别要读啊、好，还需要啊更多的被知识化所构成哦。好，那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个期末特会，现在报名啊。那现场训练报名两位，好，报名两位是哪两位啊？姚伟雄。姚伟雄弟兄，还有谁哦？OK， 还有其他人要报吗？好，要报要赶快，因为我那个我要根据这个来帮你们申请补助款哦。我有报。啊，你有报？没有啊，我没有看到你的。我自己报。你自己报。好，你跟那个报告组讲一下，我礼拜一再给我一张。好，这个我礼拜一要申请补助款，好，就我给你补助300块给你。好 ，OK， 要记得。好，那我们一周成全有26位，哈利路亚，阿门。应该还可以再报名，是不是？对。还有4个名额啊、这个鼓励弟兄姊妹一周成报名。那分区相调是挂零啊，那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还是有这个分区相调的名单，我会寄给大家啊。分区相调，这个鼓励啊，这个各学区的联络人要啊联络啊，现在说要联络嘛，联络了合适啊。这个虽然我们回到各地了啊，回到台原啊、桃园啊、台中啊、台北啊、新北，没有问题啊，你们可以啊彼此邀约。来在一起啊，再有一点的关心啊、顾惜啊，你要相信啊，这个回到家啊，照我的经验啊，只要我回到家，通常都是软弱，讲软弱是比较好听的 比较难听叫堕落啊，可能就是看韩剧呀 我们那时候没有韩剧啊，那时候我看什么忘记了哈。然后可能弟兄就回去打网络游戏啊，姊妹就是看那个小说啊，漫画还是什么东西，韩剧还是什么电影之类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彼此联络合适啊，不是联络去看韩剧或是去打电动啊，不是啊，彼此关心啊，要有诚心啊，这个待会那个牧羊他们要有点的交通联络啊，希望啊，这个寒假虽然很紧凑，但是我希望各学区至少有一次啊，分区相调，弟兄姊妹们吗？高雄啊、台南、屏东啊，到每个地方都可以，只要我们来得及，可以跟我们通知一下啊。如果来得及，会去看望你们啊。那你们有合适的照片都可以放在这个脸书上啊。这个讲到脸书啊，其实我们这个大学组脸书弟兄姊妹要善用啊，这个就是把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个经历的记录，包括荣耀的记录，我也放在上面。包括最近弟兄姊妹可能不知道，有一些学员他们现在正在这个北区像高院啊，已经受浸了4位了嘛，对不对？三位嘛，可是那个脸书上都没看到照片了、只有赖上有，是不是这样？这所以弟兄姊妹就不知道为你们祷告，这样是一个缺陷，好不好？其实啊，这个无论我们在哪里有福音的行动也好有聚集啊，都能够把它放上去。包括我们的这个聚会啊，我要求这个摄影组。这个机会结束就要把它放上去了，还有弟兄知道，就至少我们每一个行动让弟兄姊妹都能够清清楚楚啊，这个是我们在写《使徒行传》第几章啊？29章啊，不要小看每一个句子都非常的重要。还有这个基督特会这个顺便看一下，我们有一个基督特会的这个档案这个很快的。所以我们这次要追求数星起传福音这个是在4年前追求的那这个是很好的书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后面有几本你如果有需要可以先买盼望在要来的这个2月27、28、20、3月1号，我们有这个新书的特会
啊，要不要参加？要参加，要好好报名啊！才23位，怎么会这么少？啊，当我们呢、啊，每一次啊，加入福音行动里面呢、啊，真是啊，这个使我们呢、啊，在各个校园里面啊，能够结果子荣耀神啊！哎，然后问一下那个静乃琴姊妹，还有曾慕罗姊妹，他们写字啊，那个叫什么何必啊？哎，那个叫什么？经营何必？不是，哎，我觉得他们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啊，你在大学内受尽了多少那个果汁啊？很难说。很难说，大概多少？我在大学。哎，大学的。团体的果汁应该有五十几个。我听到五十几个。哎，木罗姊妹呢？啊，大概也是五十几个。哎，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是你大学毕业，你带了五十几个得救，那你不是很喜乐吗？啊，感谢赞美主，这个都可以到前面给你冠冕的啊。哎，所以看我们每一次啊，这个基督特会啊，弟兄姊妹好好的来预备。那原上2月26号礼拜四，我们应该会有基督特会的预备聚会，哦，再把这个列给弟兄姊妹看啊，为这个祷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期末特会啊，这个期末特会啊，还有一些的行动哦，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期末特会过有发给弟兄姊妹的啊，我们是1月17号礼拜六。啊，下午我们这个有师母们祷告还有报道。那弟兄姊妹们记得哦，我们下午是有什么呢？有预讲哦。哎，你在座的是有分配到要分享的，请举手。哦 ，OK， 记得哦请你们几点要到啊？4点。啊，4点啊，我们会预备晚餐哦，请你们一定要来，因为不要小看你的预讲啊，因为我看很多弟兄姊妹这个没有很看重你的预讲。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预讲有多重要吗？那个预讲啊，可能你的一个见证，你的一句话，可能就会改变啊这些弟兄姊妹。所以啊，盼望啊，借着这样的交通，我们要好的预备啊，不是啊，随随便便把它填上去的哦。哎，我们每一个啊，都叫我们啊成为伸言者啊，这个神的发言人哈、哦，把这些丰富啊供应弟兄姊妹啊，所以请弟兄姊妹啊，记得1月17号礼拜六下午4点，在 A03就在这里哈、哦，有预讲啊，请弟兄姊妹要预备你的声音稿哦，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这个总管组啊，这个要提醒啊，这个三车的车位安排，那我们这个车辆 A、B、C 三车有没有问题？因为虽然我们报名150，可是实际上要上山的，这个柏林姊妹好像只有125辆，125嘛，所以三辆车应该够，啊，大概是这样。OK， 那原则上，这个我们就 A、B、C 照这样排法，请总管们把它算一算，这个人数上可不可以？应该是可以的。啊，我们有福音车，好，那顾问组就是各组要了解一下他们预备的进度怎么样。那聚会组啊，这是我们有这个在这里的主日聚会啊，大家可以有点的预备配搭。那我们上山可能需要电子琴啊，这个也要预备一下。我们以后回去电子琴都 OK 吧？没出事哈、哦。哎，这是感谢上面主，有你有没有打电话给我啊？哎，表示应该安全送达。哎。然后第四个饭食组啊，这个预定啊，这个礼拜一的早餐，因为上礼拜六。讲错了，主日早上是请吴妈会来煮，啊，所以这个现在定白就可以了，啊，那算一下人数，因为不是定150，因为上山的没有那么多，啊，所以要看一下，还有星光夜雨预备一下茶点，啊，大概预备一些泡面，那也很冷，不会很冷，已经预备好，预备好了，啊，谢谢，住宿组哦，啊，这个床位，还有这个注意那个小羊跟母羊要安排好。然后活动组啊，原上我们就是主日下午一个团康，还有在那个阿里山有团康啊，就是啊，我们会上去走一走那个路段啊。哎，心灵有没有来啊？对，OK， 在那个待会交通一下。报道主要预备一些名牌套啊，每次这个好像都会有需要名牌套。那如果有确定要取消或增加，要赶快跟报道组报啊，希望能够准确掌握到人数。然后招待组预备一下这个背心还有点名，文书组啊，这个各样资料，我看这次国军用很好，他们有些资料已经开始放上去了啊，这是速度比较快啊，记得要寄给我看一下，OK， 好，那这个周讯鼓励大家能够分享啊，那个能够放在周讯的专刊
然后第十就是事情安排事情的位，第十一这个财务组啊、哦，这个有没有各个社团有需要要报那个学校的这个活动的账怎么样？上次那个昏迷兄跑来跟我讲，那个已经太晚了。哦，这个你确定你的学校的社团有安排那个时行动有报上学校去的，这个都可以请款。那你要提早跟我讲，那你要带你们学校的统编还有这个抬头，我们会帮你列一张发票，你就可以回去可以请款，有没有问题？好，不要临时再跑来跟我讲，已经太晚了，这个要提早讲，讲清楚啊、哦。好，那这个摄影组啊、哦，这个我们的录影啊、哦，这个摄影。感谢主，然后及时的把一些属灵的啊、这个行动啊、属灵的历史放上这个脸书上。然后第十三啊、这个义务组啊、记得上次我们在许同新姊妹嘛啊，许同新姊妹在吗？不在。啊、那一天那个我们去阿里山探路，他一路渡到底啊，这个身体够不上，所以记得一定要预备晕车药，有段路是蛮晕的啊，这个歪来歪去的啊，记得要晕车药。啊、哦，然后这个信息分享人位，好，那个我们各组啊、除了我这一些，其他有没有什么要赶快报告怎么样？各组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赶快哦，今天是很重要的时候哦，都没有要报告的，都没有，好，来赶快，有赶快。再提醒一下，就是联络人如果在那个。报名表上面有小羊需要跟母羊同住的，记得要注记。啊，一定要注记。OK， 还没有。各组主管部有没有什么要交代？来来，麦。就是在阿里山有一个各学区展览的时间，那你各学区可以预备个三分钟之内的展览。那跟上次一样嘛，在那个什么西汉宫。对对对对。那第二早预备，对，然后每个人及早预备。第二点就是说，就是星光夜雨的时间也是充足，有两个小时，所以各学区可以先安排规划一下，看要怎么使用。那可以各自带吉他啊，带一些零食，然后先挑一些诗歌，然后先预备一点过去学习的某位分享之类的。好，还有没有其他组问题交通？都没有吗？没有、哦、来，有问题就直接站起来好不好？不然不要等，耽误时间。有什么交通的，哎，就赶快站起来交通。就是我们这次活动组的活动，大概就是需要大家熟练的唱几首诗歌，然后因为我们还没有确定是哪几首，不知道到会让大家唱，就提醒大家诗歌本一定要准备好。对对对，然后最好就是手机里面有那个可以播放的那个软体，就是、对，就是怕有小羊他们不熟悉那首诗歌的话，那个活动可能对你们那个组可能会有点困难这样子。阿妹，对啊，感谢主。若是你有带小羊或朋友，建议你们最好带诗歌本，带诗歌本，有时候他们可能不知道。还有其他组有什么招吗？范氏组有什么招吗？没有。没有啊、哦，好，那我下去了啊、哦。那个第六个就是那个啊，我们下学期的行事历，好、哦，在这有行事历啊、哦。这个请弟兄姊妹关心哈、哦，你们在要来的，我们现在是一月啊、哦，今天是一月九号，下周就开始啊、哦，要来啊、哦，明天就开始录影训练了，然后下周现场训练啊、哦，鼓励弟兄姊妹，若是你课业考试来得及啊、哦，得释放都鼓励啊，参加一堂两堂都可以啊、哦，现场训练就现场报。就去好的，至少能够享受一下。那结束之后，哦、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回到各地啊，能够跟着各地的进度，这个冬季训练的出埃及记还是要进入哦，哈、哦，我们要进入三次，哦、三次啊、哦，盼望我们都能够啊跟得上这个水流。我们这是一周神学有没有放这个冬训的内容？哦、没有，我们安排一下啊、哦，合适的给带弟兄姊妹要看也可以，好不好？这个盼望我们不要跟这个水流脱节。啊、最萌闷的点就是你要跟着水流往前、啊啊、所以你们还是要把时间把它挪出来、啊、那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就是17到这个20就是特会然后再来就是分区相调、啊、那我们这个25到2月1号就是一周成全那2月呢、啊、2月我们、主要就是在
后面有华语特会，有参加华语特会请举手。好 ，OK， 你们都有订那个帽梯吗？哦，待会这个请总管问一下，最后确定到底是几节份？现在有没有对帽梯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多少钱？多少钱啊？大概600。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在去以前一定会拿到。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在那里分哦，是这样。我会在那里跟大家赖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小，它有就是有弟兄的 size 跟姊妹的 size。姊妹的是有腰身的，比较小。那弟兄比较大。姊妹的大概都是 M 的，弟兄的大概是 M 的，大概是这样。那你要弟兄喜欢女生啊，姊妹的那个颜色，或者是姊妹喜欢弟兄也可以。那个可以，也可以。因为它就是两种颜色。还有没有问题？所以在统计的时候要标明什么颜色跟？对，就是你是要弟兄的还是姊妹的这一种，到时候要名字要列一下。这个其实就是。好，简单的讲，这是华语特会弟兄们的规划哈，就是我们上去了之后啊，你是大专生，你穿那个衣服一看就知道你是大专生，所以你去的时候要穿那一件。那中间好像是第一堂中间休息的时候啊，会展览。那他的展览是这样，他就是说，请所有全台大专弟兄姊妹站起来啊，你穿那个衣服就站起来，然后鼓掌，然后宣告哈利路亚，然后就坐下来。我听说是这样，因为要把大家聚在一起好像不太容易，所以我们大专的展览时间就2分钟。我听说弟兄们说，这种展览最受欢迎、最讨喜的，其实不是大专，是儿童。只要儿童一出来，哇，大家就兴高采烈。那感谢咱们，我们就穿着那个衣服站起来，哈利路亚，那也可以啊。目标是1500位啊，1500位，所以鼓励大家，如果可以买帽T就尽量好，就一起上去啊，可以展览一下。好，那这个请那个总管部再帮我确定，最后确定，上次给我一个数字，我已经报了，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加减的啊，可以注意一下。鼓励大家尽可能够去，因为那个华语特会啊，那个地方没有不收门票的，所以你只要有空，来得及，你都可以进去。鼓励大家这个有机会哈，能够参加。那我们特会华语特会前跟华语特会后都有海外圣徒来访，所以如果是你没有在高雄，在各地都会有接待海外圣徒。鼓励弟兄姊妹要主动积极，跟他们有相聊交通，用嘴巴的啦。所以现在要赶快练英文哦。不要这个看到他只会哈利路亚阿门，这是不够的。好不好？这个。至少有一些的这个交通啊，英文要预备一下啊，这个很重要啊。鼓励弟兄姊妹要有身体感啊，一个新人啊，要操练英文啊。但第七就是我们其实特会还是有鼓励小组哦，可以有点的安排啊。我们希望期末特会还是再加强报告啊。这个在暑假啊，尤其是要过年，这个是我们最害怕的哦。没事啊，这个过完暑假，这个回来大家都还要放到微波炉去微波，把它解冻，这个我觉得蛮担心的，所以需要活力小组的力量，在寒假期间要有一个正常的神人生活，弟兄姊妹们嘛，所以这个在期末都要加强的操练一下，把你的活力同伴找出来，帮我们寒假期间还是要有正常的吃跟喝。那第八个就是那个两周福音节期啊，这个。只有旗山好像没有旗山，旗山那个时间好像有来，你们那个什么时候规划？好了，寄给我我都没有看到，这个寄给我，好像还有，大部分都有了啦，要提啊美和啊，那美和再跟屏东讲一下 ，OK， 那各区总管来，各区总管，这是以前的，我们要来列一下啊，那个昌玉是谁啊？总管是谁？昌玉是谁？你这样子好了，待会你去跟大家列一下，等一下各区的那个确定总管名单来找王培安弟兄，把他那个重新修改一下，这个修改可以给我
好，那个我们希望那个各区的总管都能够确定哦。那第九就是我们分区相调啊、哦，这个哦，对不起，应该是寒假啊、哦，抱歉啊、大家这个这次寒假至少一次啊、哦，这个都能够有相调建造。第十有这个图书旅券的啊，2月10号要用完哦，啊、哦、要用完，所以记得要赶快去买书啊、哦，赶快去买书，你过那时间就不能用了。以前他们都会问我说，时间已经过了，为什么还有很多张那个礼券没有回来？如果是你确定你不用礼券，拿来给我帮你用吧，哎，好不好？我们来买那个书包给大家，哎，一定要把它用完哦。哎，这是你们知道我发了多少礼券吗？我去美国以前，我印了两万块的礼券嘛，哎，所以我们有20000块的礼券在弟兄姊妹身上哦。哎，你要用掉才有意义啊！啊，你不用，你拿来给我帮你用啊！哎，好，那这个生命的经要记得买。那、啊、我们后面还有这个《素心里传福音》1本80，大家可以开始买。然后最后要请大家要签到啊，这个签到表在后面啊。若是有错的，包括有弟兄姊妹寄给我说要参加侍奉团的哈、啊，对不起，这个经理把它改上去，我就直接重新把它打上去。好，那我各组有没有什么问题？各组有没有什么问题？补充报告，就是各区的联络的情境，快回报小组给我们。好，来，赶快。目前都没有任何的学校回报给我们。对，请各个联络人回家可以赶快那个 T 一下之类的，跟这组。啊，没有，哎，还没有，还没有各组的交通的。我说过了，都没有。我的表没有。你这有什么交通？哎，我们我再提醒一下我们这个期末的特会，我们的报名目标是几位啊？165位啊，现在是150位，还有15位。那我特别想要关心的是，提醒弟兄姊妹，是我们能够在邀约这学期受尽得救的新人，这样的新人应该有100位以上，到我们各个学区、各个学校。那我点出一些的，我就稍微点一下。像我们东区来讲，我们只有高音大有一个姊妹新受浸的，然后她参加主日而已。换句话说，高音大还有文藻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再加油，然后盼望我们能够把我们得救的新人一年内的，而且这一次我们特别是有这样的补助，只有500块，所以我们不要这个辜负，我们要善用这个教会的爱心、教会的扶持。来喂养主的羊。那高一有2位，中山也有2位。那高师大这边有一位新受浸的弟兄，还有一位女界的福音朋友。那高三这边也有2位新人。那高科大这边有1位。那高大跟海科大目前两边没有这个受浸的新人，盼望我们再加油。我们在欧趴堂的时候，当然。可能不好提啦、哦、但是我们在给欧哈的时候，我们在里面为他祷告。你什么时候考完啊，我们的电话就过去，我们的邀约就过去，好不好？那还有一手术的这边也是没有受精的新人。那我看他们有2位他们有邀到2位福音朋友，虽然不是一手跟术的，可是是这个大社区去邀的。那盼望，但是盼望主也能够把你的新人这个小人加给你们。那福音科大有1位，那还有这个红科这边也没有新人。所以我们总共是10位新人，还有4位福音朋友，在这130多位的学生里面，所以我们还是有这个努力的空间。盼望要来这个15位都是我们的新人小羊人，挂到我们身上的。那第二件事就是一周成全训练，我们有26位报名，换句话说还有4个名额，弟兄姊妹，机会是你们的。要怎么这个避免软弱呢？要怎么这个不堕落呢？最好就是参加这样的训练，会经历主的灵座升起的灵，飙出的灵，在那边分赐这个这个把我们做成神的儿子，在这样周的训练里面。那最后我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个要来的寒假，我们有2位弟兄
高雄，我们就是这个高屏大学的两位弟兄，一位是卢冠宇弟兄，一位是郭兆安弟兄。感谢主，他们在1月27号要启程前往斯里兰卡，一直到2月17号回来，两周多的时间在那里。他们要去做什么呢？开展，开展，传福音，都没有错。但是啊，更好的说法，最好的说法是什么？他们是去做大使。阿门。在5:5说啊，这个使徒在那边传福音是做什么？是做大使，进神那个和好的职事，把这个和好的话语托付给他们，叫世人与他自己和好。要自己去啊，是要在那边传和好的福音，叫这个在斯里兰卡的这个仇敌，他们之前有内战嘛，那个是一个很需要福音的国家。感谢主，这次我们有两位弟兄得到这样的机会，能够去一起配搭。那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也不是要做什么呢？我们在那边为他们祷告。那一方面呢、啊，我们在邻里祷告；另一方面，我们的寒假生活也能够有更多的操练。下次机会就是你的了。暑假我们还会有一批弟兄姊妹去。那再来。相信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机会，盼望我们能够做基督的大使，出国传福音。我们要做大使哈，这个我们现在有几位弟兄姊妹啊，像林以宁姊妹啊，林木轩姊妹啊，都以前啊在这里毕业的弟兄姊妹，他们现在在哪里啊？印度。他们现在印度啊，哈利路亚，阿门啊，这个在那里啊，为主啊要得人得地。那我们在座弟兄姊妹啊，这个不要太窄小，你要知道这个神的心是大的。他们啊，这两位弟兄去啊，只是啊当啊这个我们的先锋啊，当探子啊，这个把这个喜信报回来啊。下一次啊换你们去啊，不能去斯里兰卡，可以去印度啊，可以去世界各地啊，啊都在那里啊为主啊，在那里啊开展主的国度。Amen. 我们需要为我们两位弟兄祷告啊，他们要去吃斯里兰卡的饭啊是更烂的啊，准备吃一些馒头和小面食。感谢赞美主，我还有煮一些印度拉茶啊，没有喝的待会可以喝一下。希望有一天你们都可以去印度开展啊，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哈，再来栽种造会树，天主祝福我们，加强我们哈。OK， 那我们两边祷告，我们就三个人，我们准备记得先到哈，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各位跟主就可以上去了。